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重型机的一个接完零式电，试一下它的动作。我们首先看一下它里面的参数，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那个主要的参数，然后额定参数。额定参数进入有的时候会有个账号和密码，账号是123，密码是3300。然后看一下它额定转速，就是它一个。转了一个米数，最大转速。然后我们这个600重型机是额定电流是30安，然后下面设的差不多，就是微调单位是0.002，不要设太大了。然后速度里面按这个重型机，里面有个拆模，上模架上下移动的时候就是。按上移，它就是上移动作；下移，下移动作。现在是重型机下模架下移。现在我们试的动作是下模架上移。现在我们试的动作是重型机后移。接下来我们试的动作是重型机前移。这个动作不要搞反调了就可以了。